大家好，我是采耳哥。336期啊，两侧外耳道的叮咛栓塞，这边明显是经过水的，稍微有点稀。他觉得这边耳朵啊，非常的不舒服，闷堵胀啊。但是他另外一侧这个叮咛啊更加的大，但是他右边，这个是左边吧？左边，这个现在看不出来左右啊，应该是左边。右边其实更厉害一点啊，可能是左边这个情况呢进了水，然后屏幕的正下方的位置啊，那块红色的地方，是他自己用这个工具啊。想去掏出来，结果把耳壁给挖伤了。这边所以说他的一个注意力啊，全部集中的这个这一边啊，集中的左边。这个东西你想自己把它给挖出来，我觉得这个几率啊，是相当的小。圆嘟嘟的一坨，出来以后呢，瞬间觉得耳朵清爽，透着风，就犹如春风拂面的感觉啊，沐浴在春风当中，就是这么清爽。它这玩意儿堆积久了以后呢。会让这个外耳道里面的炎症呢，会慢慢的加重啊。他这个耳壁是有一些少许的炎症了哦。好嘞，今天的这个配音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视频没有结束，大家继续观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。你这个都变得很厉害一点，再来掏，那就耽误时间了。从那一说啊，这是耳结吗？是啥的？这个是耳结，是不是？他耳朵打的，你就不会做这个东西是吧？也有少的。这小米这儿，那小的才得动。就因为那有啥玩意儿毛的，那怎么的毛的？我懂啊，但是不说话嘛，是吧？这个还多些是吧？你这头被那个打多了，我看看，还没有。哦，这是。你这边都平时不觉得夸张吗？没感觉到。这个掏了，它应该不会再有了。好多年，当时这个。干了好多年是吧？我能懂。你们一点儿行动。